71公斤，现在状态很好。多少到71？我现在从76到71，很快，很快。我们以前看你身材最瘦，那是大概几公斤？哦，那时候55。看，我已经忘记55是什么感觉。你那时候裸露都是有肋骨，就太瘦了。太瘦，我觉得那样不好看。不好看。我觉得反而是现在慢慢的要变超帅。我想不啰嗦。等我。今天来干嘛？你讲。我今天不知道来干嘛。我跟你讲，本节目除了托台哥去考，那个叫什么自用客，叫什么大客车？对，只营业用客车执照以外，对，还要托你考什么二等营业用电动之类船什么之类那一种游艇，让你考游艇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考游艇驾照是我毕生梦想清单之一。真的吗？因为有一个是飞机。你想开飞机？我也想开飞机。你不要趁老板在的时候讲这些屁，你等一下就要去开飞机了。Eric 一定会完成我这个梦想，轻航机的部分，好不好？我们绝对就是从花莲直接开到垦丁这样子。坐飞机？直接开轻航机？我跟你讲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先 focus 在你现在要开的二级自动船营业用客汽艇。他其实是要说二等游艇及营业用动力小船。你船开到替我们木曜的外景，不知道增加多少的幅度。那像我们以前出国去玩，了不起租个车，对，就这样玩这样。你像有船，很屌，你这样弄这样弄，然后你开着，我们在后面，然后那种感觉史无前例耶。哎，但你开船，我们可以跟你分享你的喜悦；，可你开飞机，我们就不敢。哦，我懂，因为飞机还是比较高危险。你还是会比较担心说给我载，但船你就不用担心。船我比较不怕。船其实我可以就是稳稳的，你知道今天去哪里？石原岛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走吧，走一波嘛。这么轻松？给我3天，给我三天，我直接带你下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游艇我觉得应该也不简单。我有全程参与台哥对公车的部分，对，我在旁边陪他这样。哎，他真的很难。考失败过一次嘛，不要讲 ，OK 有一次过、啊，不然这样太丢脸了。不然你还觉得我们木曜没一个人打？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坤达你再来嘛，你再来，不是最近都是赢我，你再来嘛。他好像不太敢考游艇，他根本不敢上船，他会晕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去报道。OK， 报道 ，check it out，check it out、yes.。What you want to? Please don't be polite, 'cause I like your attitude. Let's forget about a curfew, 'cause all that is stuck in my head is me and you. Pulse beating, my heart is racing, but I'm not sure I wanna face it, 'cause it only does this with you. Our bodies meet, I can feel the tension, move us into the next dimension. Let's just let our bodies be true.我敢保证，我就是健康宝宝，因为我其实都有固定在做体检，但是今天还是要用一个非常严谨的心情来做体检，因为我最怕的就是体重那个。大家最注重的就是体重，没有人在注意那注意。我想说，一个体检有必要要出击吗？我早就在一个月前准备好今天的体检，一个月前早就在168间歇性断食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说你今天都不敢干嘛？我今天连水都不敢喝。还是你要先预测等一下的体重？我跟你说，72.8。72.8对一个正常男生来讲是算蛮及格的，但是我还是想瘦，我想要瘦到68、65左右。会不会太瘦啊？不是，本人看你本人看会觉得我真的变很瘦，嗯、但是电视机上面它要拉大一点点、哦、会刚好、嗯。你看我艺人真的辛苦，你们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在电视上看起来那么胖？我跟你讲，本人真的没有那么胖。嗯，是蛮胖的。刚刚发现一件事，你有没有算过你的耳环有多重？哎、欸，对，耳环先拔。我等一下裤子肯定要脱掉了，因为全部都脱。对，我等一下裤子要脱，要不然你我刚刚
要求一下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你可以让我把裤子脱掉，因为我是真的很在意我的体重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弯下腰看一下。哇，好轻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71.7，比一姐少了1.1公斤，直接少一公斤，直接少一公斤。哎，我这刚身高减多少？1.7，1.2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驼背啊。对，我就跟他讲。不好意思，我要重量身高。好，有。对啊。哎，又变更瘦。更瘦。我刚刚忘记脱掉帽子。那你要写这个体重吗？体重要写这个。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自己本身真实的东西。你这样讲不好意思，好像要请他伪造。谢谢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在健检就是要真实啊，对啊。当你到北极那一点的时候，开到北极90度嘛，北极星会在哪里？正上方。对，所以你只要你要到看北极星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瞄一下，然后那一颗比较亮的那颗，那颗不一定是亮的。对不对？小时候那边乱教，最亮的，我每次都往天上走的时候，那一颗最亮就是北极星。那颗叫做青铜的北极星，因为星星很亮。靠，差点迷路。哦，所以我刚刚对，就真的迷路了。完全没有办法开船，本来都已经考到驾照了，这时候再接下来练船就对了。对对对啊，我们教练在里面，叶教练，等了一个月。哈哈你好，叶教练，你好，那个 Peter， 今天再麻烦你了。不会，我们终于要来那个开船了，因为我们中间本来两三个礼拜前要来开，对，中间遇到台风，遇到气候了。OK， 我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好上船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讲船的时候，右边叫右旋，对，左边叫左旋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来再说这些的时候，就是用这样去讲。好，右旋靠岸，然后左旋靠岸，然后就不要这么右边左边的哈，这样。这样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再来就是我们要出发，出发。当这个船停这样，你要出去，一般人会觉得我就倒出去就好了啊，但是不可以啊，因为你倒不到啊，一定会倒到那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前进，看到吗？船转了，对不对？倒车，好，倒车，转。
水里面船在动的时候，方向盘只要一动，它就会有作动。所以呢，动作不要太大，在修正的时候不要太大，啊，这样啊，慢慢的就好。啊，一看到可以修正的就修回来，啊，这个是直线航行。嗯，现在呢，先让两位呢，就把这个船能够开直。嗯，我要去哪里，你可以到哪里。啊，这懂我意思啊？好，那我就先开始慢。好，这是速度，这是排档，我现在要前进。完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天生就是出海的命。我明天马上去申请渔保，我要当渔民。真的，我真的太爱海了。你是不是要承认我应该是你教过的学生，算天资聪颖的？不错，还不错哦，相当好。因为我现在领悟力很高，放松的非常完全。因为来到海上就感觉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。主要还是要放松哈，不能害怕。所以我刚刚我就讲嘛哈，你开船就是放轻松，绝对不要僵在那里。嗯，啊，你的思绪又清楚，还不错。现在我们要靠岸，等一下用右靠，就是右边这边靠。你们书上写的是30度，那事实上靠船简单讲啊，就是只要你能靠得好，那都差不多。前进到大概2个船身左右，你就要找定要你的位置的地方。有没有看到上面有那个缆桩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就设定在2个跟3个缆桩啊，所以我头呢就先对着第二个那个哈，对，接近哈，大概一个船身的距离，然后开始往右转，往左转啊，离岸转，尾巴好往那个拉，好，这就靠岸。嗯，你第一次靠不上去，你就再来一次，你不要硬要。到这个点平行的时候，刹车那个点很重要，一点到就一定要刹车。好，好，来，你先来。先前进，前进嘛。啊，对，好，看后面，看后面。停停了，对不对？停，停，停，好，停啊！你要停，要刹车啊！对啦，要刹车啊！对，好，好，拉住了，放空档，放空档，好，啊，让它，你就不要动了，让它绑好。好，再一次机会。当然要，来，再来。倒回来，放好边。哦，这样会流汗的，对。因为每次角度都不太一样。慢慢还没到，好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左，左，快，还没到了，停。
您带一下油门，带一下油门就好。好，掌控档，注意。我大概抓到感觉了，我大概知道了。就是那个 timing， 对对对，我觉得是你说的停，就是刹车，就是刹车。嗯，那教练可不可以在这么危急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说倒退倒退这样子？我一个字比较快啊。我在想说，因为停，我会想说直接反正就是大家都全部停止动作这样，所以你说倒退倒退，我就知道了。我懂我懂。好，我最后一次哦，教练教练，好，再一次，因为那个很危急，我就觉得很恐怖，那个最难就是这个啦。对啊，很危急。好，不用慌哈，来角度大大没关系，来看着啊。好，三米。一米半，一米打死就好了。对啦，打空档。是哦，哎，可以哦。对啦，很漂亮，那么可以，太可以了。哎，对了，那比一下吧，大家休息。还是比呀？休息一下好了，好，休息一下。有，我觉得要学一段东西，要先稍微冷静一下，停下来想一下，是一个。跟车子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逻辑。等一下，我怕我反而开船完之后开不了车回去，因为我说又蛮多，然后就赶，直接飞出去。哦，教练，我要头痛。不会的，你们两个都很好。这个船可以今天这种风这样开，这样不错了，真的不错。我第一次摸，我还怕开不来。我们靠到那边了。好。看一下教练。哦，刹车。哦，睡睡，谢谢啦啊！教练停得不错啊，真的吗？越来越对船有兴趣了啊！你本来不是就有兴趣了吗？我很有兴趣啊，就是一开始没有去接触到开船这一块，一开始都是在船上玩，辛苦的都是别人，接下来要当船长了，好不好？责任要越来越大了，蛮兴奋的。我跟你讲，船最屌最屌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最后的停船，因为你看，你前面是停的大概20亿的游艇，后面停的又是20亿的游艇，你要停在这两个。20亿的中间呢，你稍微要靠到一下，哇，不得了！我们停车撞价棒摆没多少钱，几千块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就想说啊，你在路边进去，还是没办法，那算了，我放弃，我去下一个。对对对。你一旦进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要靠自己把它弄好，你也不可能再出去，你出去也是一个问题。对。真的是很紧张哎，短期内要开到石原岛那是不太可能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可以靠后天的努力。有朝一日，我跟瑞克绝对两个船长带你们石原岛啦，石原岛啦，可以啊，真的石原岛，石原岛啦，不惊啦，好不好？我先开出来啊！哇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先开还是我开？你呢？你我开，因为很近。所以你一前进动了之后，马上要后退，方向盘往方向打，记得哦，这下撞就算你了。因为水流在飘，知道吗？你刚刚一慢，它就靠上来，有没有很近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赶快跑，回来，赶快跑，对，哎。现在就可以不要管角度了，你就这样去，就这样去，好。好，打空档，哎，注意，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啊，靠得很好。
再来动作就这个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对不对？把这个往下抛。谁抛？我们进去抛。右旋人员落水。右旋人员落水。二个要考试的抛。好，然后呢？右转回来哈，右转，右旋人员右转，船头对着他开，然后做一个靠岸的动作，靠岸的动作，靠岸，对过去啊，对过去啊，停，往右打，往右打，对，停车，停车 ，OK， 好，把他捞起来，人员就齐 ，OK， 人员就齐， okay, 好，左旋人员落水。左旋人员落水，左旋人员即将被干掉了，耐跑六旋，再一次哦，对，耐跑六旋，人员就齐，人员就齐，头破血流中。左旋人员落水。左旋人员落水。人员再度死亡。左旋人员落水。左旋人员落水。这个如果是放倒，我就拉不起来了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人员就齐，人员就齐。左旋人员落水。左旋人员落水。人员就齐。人员就齐。教练，我们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回去了。来是吗？哎，走，带你来。真的假的？你要提前去，好屌！我让教练来。你听到？你听到？很屌哎！王俊，好刺激哦！左边哦，小心左边，小心左边。不要停，安尼就在过一只船啊，再坐。好，等一下再好开始转进去。好，一样，对不对？来，转回来，接了，注意一下，还没搞啊。你惊，你惊。看后面，看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好刺激哦，超刺激。哦，现在现在，我来，你稍等一下。教练最终还是决定自己省下荷包。你惊外望啊，你就是。方向盘在转的时候都一直动，一直动，变固定。哇哇，几天嘛，几天嘛，他怎么可以那么从容啊？真的吗？教练，快点啦，我要转到了。教练，你可以。怎么可以停这么屌？对啊，停那么巴。对啊，这个压力超大，开车都没有办法那么巴了。真的是一个船身的距离。没讲啦，不要慌，你就不要慌就好。没弄到你安怎，还没弄到就给停起来了。OK， 哎，就这样，好吧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是我们第二次练船，我跟约可其实已经算是蛮熟练的，基本训练我们都已经训练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我们自己开了这船去融会贯通教练所讲的一切，这样。其实真的会紧张哎。对啊，我刚就很紧张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因为前后都是几亿几亿的船，你在那边停船，
真的是很可怕。目前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可以过的，我认为蛮有信心的。我觉得其实可以过，我觉得我不会觉得有问题啦。对，因为这边本来就有水流，我们考试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水流。对，而且教练教我们基本之外，他要教一个我们最重要，就是说要有自信，就自信，然后跟信心才有办法把船停到最好。不要想太多，真的不能想太多。加油啊！好，7月19号啊。OK。对啊。走，考到驾照啊！走。回味两个月，我们终于要考试了。哎、欸，今天考试的人超多的，多少？考不到人家会笑我。光是这一艘船，有83个要考。哇，昨天是不是也有人来考试啊？昨天有。那。不要问那种什么有没有没过的那种。好，不问，很想知道，等下偷偷问。好了，我们今年是甜甜饼啊，对啊，好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啊。不行也没关系，不行就再来啊。不行我就不要再来。对啊。林国森，倒车直线888，在那个监管官那边吗？对，好 ，OK， 你要换。他救我一命。对，我刚救人的时候，我们在冲。刚刚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可我觉得是有点水流啦，因为隔壁的船也在考，所以那个船我们被带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然后那个救生圈在一个超远的，然后本来是一个女生要去救，我说没关系，我老板我交给我，就幸好是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上去的时候。超远，我整个已经抓那个把手的最后面了，然后
这样，我这样深深吸，我快掉到水里面了，我差点真的人员落水，你知道吗？把它勾起来，超好笑。我就跟 Eric 说，幸好是我。对，好，过了，50%啦。还剩50%啊！最难的50%，来加油了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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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考试去，这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看 Kid 拿书了，大家要珍惜这个画面。想看拿书。我觉得术业有专攻，我就是不是读书的料，我就不要来读书。你会想开这一期？不要再来了！不要再来了！你知道我36岁的这一年。考试是一件事，当兵一件事，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我觉得我考不过啦，我可以啦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我还没有。谢谢。我其实看这个就不用读这个。这个只是帮助你容易做题，对，如果你懂了就好。人员救急，这真的让我好辛苦，好辛苦，我真的是痛苦到一个不行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打扰一下，我这有考生要放榜，今天放榜，噔噔，今天放榜，我现在把放榜榜单链接传给你，你自己眯一下。今天放榜，不是礼拜五吗？给他，给了。紧不紧张？紧不紧张？超紧张，干，好像没有名字，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林，没有，林什么辉？林崇谋，哎，林什么声？可是那个声是那个声音的声。再找，干，没有我名字，真的假的？你已经看完了？那你有找到廖启章吗？有廖什么林的？哦，下面还有人靠没有？吓一跳，下面什么？他们会在那边等你，就代表下面还有，代表你还没找到嘛？你记不记得你准考的号码？我知道，我想慢慢看呐。哎，高亮，廖启章，107336，廖启章，哎，廖，接下来我是107333，333有到底有没？卡贝买船 ，OK， 恭喜妙门曼船买船，然后由我跟廖启章两位船长带大家，好不好？去日本5日游啊，没有，我们10天，因为5天会迷航哦，有5天先算在迷航里面，要找到干嘛？你现在又有什么歌？来公布林国生君十座成绩，86分，86 OK。来公布，因为那天太紧张，太多 GoPro 来拍我。来公布廖启章君十座成绩86分啊 ，OK 啊，同分。来，你知道其实廖启章版差点没过，你知道吗？自己救他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不知道这件事，你现在嚣张了，你讲出来，都讲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怕等下后来的成绩很烂，所以我要先嚣张一下。先讲一下啊，他其实是没过的，是我救他的。你怎么救？伸进去，然后我的半个身体，然后我的脚。夹在那个船的那，你脚趾在夹，夹，然后你咬你人家，只能这样子，然后挺腰，然后啊硬点，拉断，太过，然后我就说人员救起，他说他讲，人员救起，笔试成绩来84分。84分，我跟你讲，我后来就知道我84分，因为我有些是稍微失误，就是有些很简单的我反而没有去读到。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廖启章很过分，他在那边求。廖启章笔试成绩
100分，100分，不愧是台大的，掌声鼓励。你知道他考完试，他开车，我就在后面，我说 ，Eric， 我想问一下，那你的笔试成绩大概多少？他说，98吧。啊，100跟84全部都是过，都是过。而且我们老板讲了，如果你们双双第一次就上榜的话，对不对？买船了。对，买船之外，他要请我们全部员工4000多位聚餐。哥都假装是。至于聚餐要去哪一家，要问专业的。台哥，我考过了，游艇执照，我老船长，我老船长，你过了吗？我过了，过了。谢。台哥，那个 Eric 说，我如果跟他一起同时过的话，他要请我们麦卡克全部人庆功。我们就订那个升恒昌，他们楼上那个，他有一个陈总。总厨长 VIP 他一桌大概是33000，一桌33000，我们大概会100多桌，大概300多万，那都很够。好了 ，OK 了，恭喜你。好了，走，谢谢了。来，可以要带信用卡吗？深深的对不起大家。不会，你有礼物。为了礼物，今天的账单。账单。先让你看一下菜色。太怕了吧？这一桌太怕了。让你看一下菜色。我操，这么大！哇！我操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是船长，这是航海鸟。哦！哇！我在挂脖子上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因为他们好惊讶啊！那是可以选我走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一定要看到。哇！想不到片尾还有工商时间吧？想要随时掌握风向，随时注意当日海况， Garmin 航海表示你出海时的最佳好伙伴。陶瓷表圈结合帆船赛倒数计时器，辅以 GPS 技术精准自动计时，让你分秒之间掌握先机。腕表内建 Tech Astis 定位辅助系统与其他进阶航海功能，风向变化立即知晓。感谢 Garmin 让木曜出海更安心。谢谢 Eric。谢。来，下次还有，这应该是我送。依稀这边发照啦。哇，证照。什么照？什么证照吗？依稀交出来。口罩，丁字裤罩。什么？哎，也太大张了吧！恭喜恭喜！哇！哎，中华民国游艇驾驶执照。哇！很屌，很屌哎！哇，营业用。哎，大家的驾照都是绿色的，只有是我蓝色的。买船的啦。哎，谢谢一个，谢谢。